欢迎各位来到重庆卫视每周一晚10点为您带来的饮食男女美食 party。 在今天晚上的聚会当中，我们将会为你选出一位新男主厨，他会将在这里诞生，还有现场我们的派对女王，他们将会获得的是我们饮食男女节目组为您提供的价值3000元的派对大奖。那么电视前的各位呢，也可以呢边看电视边通过新浪微博来关注我们圈，我们 XCQTV 饮食男女，我们一起来品美味聊美食，推荐你中意的菜品。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夜晚美食的聚集地，我们现场的所有型男美女也将会为你一探到底。好，欢迎现场的10位美女，欢迎大家参加聚会，有请入座。欢迎现场的10位美女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 party。 当然呢，在今天晚上除了你们之外，我们还会邀请到一位同样非常美丽的明星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助阵。那么到底是谁呢？会和我们一起来享受这场饕餮盛宴，一起来享受我们今晚的 party。 准备好你的掌声，请出重庆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何苗苗。有请，有请苗苗。欢迎，欢迎苗苗。哇，你今天好漂亮，欢迎苗苗，来请入座。苗苗，你知道吗？你来之前呢，然后我看到场上的10位美女就已经让我觉得眼前一亮了，然后你往这儿一坐，哇，更是星光璀璨的。来到我们今天晚上聚会，你感觉怎么样呢？啊，我今天出来就仔细看了一下我身边的这些女嘉宾们，太美了，真的是咱们重庆的名片。你也有压力？还有压力，有压力。不过我很高兴能够和美女们一起来欣赏，而且是来品尝今天的美食。对，苗苗也说了啊，今天晚上我们其实也不是白请你来的，你有任务在身啊。你要和我们的美女们一起来，就是对我们的3位男嘉宾分析一下，剖析一下他们的爱情观、人生观，然后呢，你要给出你的一个选票，我们非常期待，好吗？好，除了苗苗之外，有请一号果果做个自我介绍。Hello， 大家好，我是果果，我是重庆女孩，我是一个非常重口味的女孩，我喜欢吃麻辣味特别重的，想要征服我的心就行，先征服我的胃吧，谢谢。好，征服你的胃，待会儿有3个人，你看他们谁能够征服你的胃？欢迎，再次欢迎你。还有接下来的掌声呢，来送给我们的4号小米。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米，英文名字 Demi， 是一名幼儿园老师。因为爱，所以选择。我是因为爱孩子才选择这份职业的。谢谢大家。欢迎小米，小米应该是非常有爱心的。然后呢，你的爱呢，也会让所有的小朋友感受到，相信也会让你身边所有的朋友感受到。我有一句教育名言，叫做，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爱别人的孩子是神。我希望我能做到神，谢谢。那我们是饮食男女的美食 party， 当然有了各位的美女，没有型男怎么行呢？所以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型男，我们通过 VCR 一起来了解他，请看。我呢，平时比较喜欢运动，尤其喜欢和朋友在一起踢踢球。运动之后啊，我们是常在一起聊天，有时候一聊高兴了，吃饭的点儿都忘了，所以我就想呢，还不如开家私房菜，那样就两不耽误了。爸爸呢，以前是做餐饮的，小时候和爸爸一起做各种好吃的，慢慢呢，我就对做菜产生了兴趣，偶尔也会偷偷的在师傅后面看看是怎样做菜的。自从开了这家私房菜以后啊，朋友们经常过来坐坐，大家都很随意的聊聊天，喝着酒，他们都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感觉。每次看着大家开心的吃着我们家的菜，我都觉得好开心。今天我将用家乡的味道征服全场。大家好，我是一号男嘉宾冯颂。来，欢迎冯颂，欢迎。好，冯颂呢是我们今天出场的第一位男选手啊，是一个非常阳光的大男孩。谢谢谢谢。冯颂，我觉得太奶气了吧，就是说看你那样也是属于那种做事也不是属于那种特干练那种，估计做菜也不怎么行。那个怎么说呢，凡事不要只看外表嘛，是吧？咱们走着瞧呗。我觉得男嘉宾你长得这么帅气又这么阳光，那你为什么把自己打扮像一个小老头呢？人家这么青春阳光的大男孩，怎么把人家比喻成老小老头了？我觉得咱们男嘉宾阳光帅气，如果穿得那么光鲜亮丽的话，那不更成了小白脸了吗？是吧？今天为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菜呢？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茶香牛肉。茶香牛肉，哎，对，是跟茶有关系吗？嗯，有，肯定有关系。嗯，这个菜呢，它其实就是咱们平常家常的一些做牛肉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嗯、就是一个炒牛肉、嗯。但是里边加入了茶叶以后呢，铁观音茶叶以后，它有一股淡淡的茶香，闻起来有一股清香味。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边做菜边来一起聊，好不好？嗯、好的。好，请冯颂进入你的操作台，有请、哎。好，现在需要第一步做些什么呢？先把这个牛肉切了，然后腌制一下。嗯，这个腌制的时间呢，需要多长呢？最好是15分钟到20分钟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腌制的时间做一些其他的准备工作。你刚刚讲到的什么铁观音呐、还有茶呀，都在这个腌制的调料里面了吗？腌制的调料里边会放一些茶水，但是不能放太多了，因为它有一股那个苦涩的一个味道。啊、哦。那如果我们现场有一些女嘉宾，她们不喜欢铁观音，喜欢喝普洱怎么办？也可以，这个就根据自己的一个口味的一个喜好了。嗯，那平时到你的餐馆来的，一般是回头客多一点，还是新的朋友多一点呢？嗯，应该说是都有吧。都有。哎，嗯。然后呢，朋友当中是男性的朋友到你的餐馆里面多，还是女性朋友呢？男的女的都有，相对来说可能女性朋友要稍微多一些，因为是吗？女性朋友她对这个吃上面的一个精致度更有一定的讲究。那也就是说你的异性朋友也不少了。可以这样说。这未必是件好事哦。我们看到了4号。你好，蓝嘉宾，我想问一下、你有那么多的女性朋友，那假如你的女性朋友要找你帮忙，而你的女朋友也需要的时候，你会怎么样选择呢？一般这种情况的话，我会跟女朋友协调好，就是说尽可能的是帮到我的朋友。我觉得一般的男生喜欢把交情很好的异性朋友称作红颜知己，你有没有所谓的红颜知己？红颜知己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定义吧，应该说是有女性的朋友，就是说大家很聊得来，就像男性朋友一样，可以什么东西都可以聊。曾经以前男朋友在公开的场合跟异性朋友大尺度的相互关怀，大尺度，对，我很生气，一巴掌扇过去，而且不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你觉得主要是因为这个大尺度你接受不了，还是因为他和他的异性朋友的这种关系？我觉得他应该事先给我说好，别让我突然撞见，很难接受。刚其实前面也有朋友提出哈，说这个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纯洁的友谊？一号，果果有话想要说是吗？嗯，蓝嘉宾你好。哎，你好。这里，如果我是你的女朋友，我们俩现在正在谈恋爱，然后如果我们吵架之后，然后我去找我的男人聊一晚上的天，或者陪我一晚上怎么的，你不会吃醋吗？就我们争吵的时候，人难免争吵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一些比较没有理智嘛。然后完了以后，你跟他去干了什么，就说你能够很好的跟我有一个沟通，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俩是在吵架的情况下，怎么会沟通？就我说就。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完全不吃醋或者没有什么想法的话，我觉得就一定是你不够爱这个女生。我不是不够爱，我觉得两个人相互在一起的话，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相互理解的一个过程。每个人都有一个可能说是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空间，不能说是两个人在一起以后就是为对方而那个来生活了，那个是我觉得没必要。有没有人就对这个问题看得会比较开一点的？我觉得刚刚我们的女嘉宾好像都特别在意哈。我觉得大家呢可能把咱们冯颂啊想的是太复杂了，也许他只是从内心的想去关怀和关心一下他的朋友而已。而且呢，我是认为男女之间应该是有纯友谊。然后马上有人不同意了，想想，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有异性朋友的，但是这个朋友是有度的。至于刚刚冯颂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女孩子遇到了什么问题了之后，第一时间会想到他，且不论他自己是怎么想，咱们去想想这女孩子为什么第一时间会给你打这电话，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其实她给你打这电话的同时，让她男朋友知道了，说我现在跟一帅哥在一起，可能你的善良已经被别人利用了呢？没有没有，是这样，我是觉得哈，你如果说是觉得人性本恶的话，那这个世界上就太多的恶了。那你都觉得人性本善的话，你这辈子有多少女朋友啊？冯颂的意思是说呢，他生活当中碰到好人的机会比较多，想想你碰到坏人的机会比较多。主要是想想长得太漂亮了。想想刚才冯颂也说了，他是在他女朋友知情的情况下才去的。那你觉得他的那个时候的冯颂，他想听到他女朋友的答复，给他那个答复是
好吧，亲爱的，你去，还是说不行？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你觉得这个事情行，咱们就做；不行，咱们就想怎么来解决这个事情。不是，但是你他这么理智哈、啊。不是，但是刚刚他讲的是，如果你让我去，我就去；如果你不让我去，咱俩就一块儿去。就是说，你必须得让我答应，并不是说如果我不让你去，你就行，咱们就 不是。我是主要的一个问题是，我是想消除他心里边的那种，就是他。为什么不让你去？他是会觉得不安全，是吧？假如我是你女朋友，我能告诉你的就是，你根本就不能去。凭什么你要去？人家女朋友，你管那么多干嘛呢？那我觉得哈，男嘉宾现在就是好像是为了让自己理直气壮的去帮他的红颜知己，而就是要去安抚一下女朋友才做的这个就这种基本的一个沟通。其实他心里边已经就铁定是肯定会去的，对吧？这肯定是有暧昧的关系的，只是他自己不愿意去面对和承认。跨越那个某一个界限，那个鸿沟啊，就女生在受伤的时候是最脆弱的时候，要的是一个依靠。其实她就是那个女生可能心里边那种一个非常好的备胎。我不去猜测她的一个想法，就是她对我的是单纯的还是不单纯的，就是我只要把握好我自己的。但是你女朋友会揣测呀，我会让她不去揣测她的一个。因为我跟你讲啊，就我说道理谁都懂，我们大家在没发生事的时候都是非常讲道理的，但是感情这个事儿是不可控的。当真的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这个情感是意识是不会被你理智所控制的。所以你女朋友肯定会觉得那个女生怎么怎么样你，她肯定会不放你走的。那你这个时候你必须得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吧？那肯定会闹矛盾的。我觉得刚刚听大家讨论了这么多哈，大家也讨论得很热烈，我总结一下，归纳起来，我觉得就是，其实冯颂是不是在度上面有点问题啊？度把握好了一点，可能问题就没有这么大了。冯颂，你觉得呢？我一直也是说，就是要自己把握好那个度，自己有一个坚持的一个底线。不是，我真的看到冯颂，我就觉得他现在太忙了，他脑子里想的是怎么回答咱们这么多女嘉宾很犀利的问题，同时呢，他还要想着今天这个菜这个味道放足了没有。现在做哪一步了？我很想了解一下。现在在做调料这一步吗？最后调一个汁儿浇上去以后，就差不多可以完了。看来这个你做菜的进度和我们的讨论是同步的。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啊？以前我听到有朋友开玩笑说哈、啊，说如果你的女朋友她如果有蓝颜知己的话，麻烦了，拦着拦着的，你可能就绿了。如果你的男朋友有红颜知己，那也麻烦了，因为红着红着你可能就黄了啊。当然这个话是开玩笑的，不过话说回来，我觉得关键就是在于一个度的把握上面啊。总之我觉得一句话，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杆秤，对吧？到底孰重孰轻，谁重要谁次重要，相信大家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其实我只想补充一点，如果说在这个度上面再加一点的话，就是如果你建立了关系的情况下，信任是最重要的。如果大家建立这份信任，我相信这个度他也会把握，我也相信这种误会会消除很多，因为有了信任才会懂得去理解和宽容对方。好，现在呢，冯颂的茶香牛肉已经大功告成了，那么请冯颂呢把这道菜带到我们的台下，然后让我们的十位美女还有我们的明星苗苗一起来品尝一下。我觉得菜挺好吃的，那么冯颂呢，我有一个建议，你可以继续做你的男闺蜜的这个角色，然后找女朋友，别找徐翔那种。找我也得我要才行啊，我找这样男朋友我现在得担心死了。反正我是绝对10%的接受不了，我男朋友半夜三更出去陪另外一个男人的女朋友聊天聊心事，聊什么都不行，聊我都不行，还去聊别人，真是太夸张了，我完全接受不了。然后至于你这菜，我觉得该改个名字，别叫那个茶香牛肉，叫蚝油甜酱牛肉，太甜了。然后刚刚我还专门那个加了一片那个茶叶，确实是不说它是茶叶的话，估计也就以为是树叶之类的了。没有，这个本来它的味道比较淡，可能由于这个今天放的比较少一些茶叶，因为放多了的话可能有一些涩口的一个感觉。不是，这个借口找的可不好啊，作为红颜知己我得提醒你一下，下次咱们做的时候细心点啊。接受你的意见，下次让翔翔自带茶叶，你出牛肉哈、啊。
的确没有那个茶香味，但是呢，正好我喜欢吃甜食，它有一点偏甜。啊，我觉得菜还不错。阳光大男孩冯颂在处理女朋友和女性朋友的态度上，始终得不到我们场上女嘉宾的认可，而他的茶香牛肉也似乎因为口感的关系，评价褒贬不一。那么，这位从头至尾始终坚持自己观点的年轻老板，究竟会获得几位女嘉宾的欣赏呢？阳光大男孩冯颂在处理女朋友和女性朋友的态度上，始终得不到我们场上女嘉宾的认可，而他的茶香牛肉也似乎因为口感的关系，评价褒贬不一。那么，这位从头至尾始终坚持自己观点的年轻老板，究竟会获得几位女嘉宾的欣赏呢？走的时候头有点歪，太胖了。你认识我吗？你连我都还不认识啦，你怎么在模特圈混呢？我觉得挺有型的，我挺喜欢的。你现在给你一个特别好能历练你自己的方式，找个女模做女朋友，那你心理素质立马就提升了。如果说他们两个当中都愿意做你女朋友，你会怎么选？他们两个都条件相当优秀，作为我的话，我可能一个也不会选。一个也不会选。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参加重庆卫视每周为您带来的饮食男女美食 party。 接下来将要出场的第二位选手是否同样的优秀呢？他是同样的小清新，还是一号你喜欢的重口味？我们一起来期待，通过 VCR 一起来了解他。我是名保险销售，记得有前辈说过，只要能够把销售这碗饭端牢，那以后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都会得心应手。因为坚信这句话，所以我很拼命的工作，压力也随之变大。为了减压，工作以外我还有着不同的一面。兼职模特是从大一开始的，最初是为了赚取生活费，帮家里减轻负担，慢慢的开始喜欢上了 T 台的感觉，能释放工作带来的压力。兼顾工作和兼职，辛苦是肯定的，所以平时在家我都喜欢煲汤。今天我要带来这道养生汤，一定能够得到在场女嘉宾的青睐。有请选手。欢迎四位嘉宾，晚上好。欢迎选手。哇，这么高，呵呵，来握个手，握个手。选了一个平底锅作为你的这个兵器哈、啊，为什么呢？想要给平底锅做植入广告吗？对，我作为那个红枣排骨汤，然后需要一些煎炒的一些地方会用了它。哦，哎，徐硕有多高啊？身高有186，186啊，这个身材我觉得可能在刚刚你前面说你是兼职模特嘛，在兼职模特圈里面应该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身材。对对对，不过在生活当中我不希望旁边男选手有这么高。刚刚其实 VCR 的时候你也说到哈、啊、是做兼职的模特。对，这个兼职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是比如说多长时间会有一次演出？在那种工作之余，然后周末或者是工作闲暇的时候，会接一些，比如说那些，车展呐、啊，或者房地产一些家居的一些时装一些活动。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现场有十位美女，她们当中有模特儿是专职的，从她们的身材上面能不能看得出来？你猜一猜。可能前三位应该全是。对，猜对了。其实呢，一号啊，我们的果果，还有二号我们的小薇，她们就是职业的模特啊，然后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想不想和职业的模特也来比试一下？一起走一段嘛，应该是一起走一段是吧？大家想不想看？想看啊！来，掌声来请出我们的两位模特，来有请。
刚刚和我们的徐硕一起同台走秀之后有什么评价呢？你觉得他够称职吗？首先我觉得你走的时候头有点歪，然后你的肩胛打得不够开，有点含肩，还有就是你现在的这个造型，手插袋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把整个手都插进去，是这样视觉感觉你的手胳膊比例就会缩短。好，我也记住了，小薇老师。同样还其实三号静怡也是模特啊，太胖了，太胖了。有一点不太上镜的感觉。我在威斯二说过，我也是兼职，以前也兼职，现在主要工作上班。那你在重庆吗？对。那你认识我吗？不好意思，不认识。你连我都还不认识，那你怎么在模特圈混呢？我主要是一个兼职，现在主要职业是上班，然后做活动时间比较少。静怡的意思是，今天你认识他了，你就可以成为专职了。荣幸，荣幸，荣幸。我觉得你说话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肢体语言太多了。这个都是你不是特别自信的一些表现，可能你参加工作时间也不是特别长，时间长了之后的话，有些沉淀了可能会好一些。而且你在讲话的时候，特别去注重去看着人家的脸，或者看着人家的眼睛去说，你是希望人家能给到你一些很肯定的反馈。但是小朋友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得到这样反馈的，对自己要有自信。六号多多呢？我对模特这个行业也不是特别了解，那但是呢，我觉得刚才看男嘉宾走这个秀，我觉得挺有型的，我挺喜欢的。好，其实徐总啊，这个我们这儿参加聚会的女嘉宾她们都比较挑剔啊，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她们越挑剔我们才越有上升的空间，是吧？对对 对我们先不管她们，说说我们的菜，今天我们带什么一个菜呢？那个冬瓜红枣排骨汤。好，这样徐总进入你的操作台，我们边做菜边聊哈。徐总，其实我很好奇，就是刚刚你们走台的时候我在旁边也在看啊，我好羡慕，我觉得你和不管是果果还是小薇，然后你们的身高都是那么的成比例，然后很般配，男才女貌。如果说他们两个当中都愿意做你女朋友，你会怎么选？他们两个都其实外在条件相当优秀。实际上我作为我的话，我可能一个也不会选。一个也不会选？为什么呢？因为男模和女模的那种心理年龄的差距实际上是有一定差距的，知道吗？就是说比如说男模做活动的时候就会想今天我做这个活动晚上吃啥干啥，然后女模的话可能想的比较远一点，他们会那个在争取的就是短暂的就是几年的时间里历练自己沉淀自己，然后把那个走秀当模特作为一个平台，然后去认识一些比较能够帮助自己的。其实我觉得看来你可能对模特圈真的不是特别了解，比如我的男朋友他就是那个男模，而且我们在一起很多年呢，感情也很好。还有就是我周围有很多模特，他们都在一起从相识相知然后到最后结婚了，生活的还很幸福。据我所知我了解的话应该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就是说男孩子和女孩子，男模和女模就是天生最般配的一对，然后在一起，实际上这种可能有，对于你不是可能有，是已经有。但对于那个怎么说呢，可能你们之前在没做活动之前或者是经过某种途径经常在一起，然后达到一种感情的一种水平线上，然后能够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和感情的巩固。但是如果说是在比如说就是一见钟情的那种，我的确没有看见过。刚刚徐硕反复的在说女模特会心理年龄比男模特要成熟，想的比较多，考虑的比较多。三号静怡，你平时真的想这么多吗？你累不累啊？我没想的太多，也没有一定要找一个什么比较势力比较好的呀，还有比较有钱的呀，然后当做一个跳板，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比如说有一些行业我们往往都会说到这些行业的女朋友可能会让男性这一边觉得有很大的风险啊，比如说像你们的模特儿，像空姐啊，对吧？就说你也赞同这个观点？大家怎么看呢？硕是做市场做销售这块的是吧？对。那你自身的抗压能力强吗？我自身抗压能力实际上我在历练自己，因为我上班还不到两年时间。那我告诉你，现在给你一个特别好能历练你自己的方式，找个女模做女朋友，那你心理素质立马就提升了。如果按照你的思维方式，就是你
最怕吃辣椒，你就一定要多吃辣椒，对吧？首先我想问一下男嘉宾一个问题啊，你喜欢小孩吗？喜欢。那就找个女模吧，为了你的下一代。这个不能驾驭到那个小孩身上，两个人是必须相互之间有感情的，不可能是为了下一代然后才去结婚，是有了感情有感情。那你就一定就是承认说你对漂亮的女孩没感觉吗？不会吧，我觉得每个正常男人对漂亮女孩都有感觉。对啊，那为什么这么排斥？因为作为以后要一起生活，一起经历一些以后家庭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必须找一个能够和自己性格和自己所要求的一些方面相互，两个人相互信任、相互扶持的一种态度。有人会认为模特这个行业它是靠你的外形，可能是男女太注重自己的外形了，会少了对内在的一些修养，有没有这种，就是这种可能？会觉得，或者说这是专业模特和这个业余模特的区别，不太理解到你理解的女模会想很多是想什么，不太懂。各个行业都会存在的一种问题，就是说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他如果说他需要那种价值取向，比如说外在的一些价值取向，比如说穿着或者说金钱，他们是不是太在乎自己的外在了？这个也不是他自己所养成的一种习惯。毕竟在这个行业里面，他必须要求，然后让自己的外在能够100%的展现给观众朋友们看。所以我的理解，徐硕是说，就是因为作为模特这个职业，他平时自己就很注重自己的外在，所以他就特别怕。在同样在选择的时候，以同样的标准在选择。哎，狮子，八号狮子，狮子，刚刚前面我听你说你有很多这个模特的朋友是吧？是。你以前有没有交过男模的男朋友？应该算没有交过，但是应该算没有交过，就是有一个就是想尝试发展，但是后来还是没有成功。就我不排斥我的男朋友的行业是模特这个行业，就包括。对那个想想这个我一定得反击一下，即便是那个现在跟我就是想跟我在一起的这个男模就是徐硕，我也愿意。那这个愿意的前提是什么呢？不是他的职业是什么，也不是他就是干嘛他多有钱，这些都不重要。就我们就有的人他就是重视那个精神层面的交流，包括我觉得徐硕他自己也是一个比较看重内在精神层面的，他不会因为客观的一些环境因素去影响他自己。但是我觉得哈，他现在是怎么了呢？你们也别怪他，他真是我觉得他是生病了，生了个他是心病，他肯定是之前遇人不熟，让他就看不惯身边那些就不好的那些人的一些行为，就让他造成了一种偏激。选择跟谁在一起，这个真的跟行业没关系，每个行业都有现实和不现实的人，你不能因为说这个行业的一些特殊的一些关键词的一些定性而否定了所有人的人格问题。所以我希望说送你八个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狮子，我非常赞同你刚刚说的那句话，我要为你鼓掌。我尝试来总结一下，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呢都会听到有人在说，这个行业有潜规则，那个行业也有潜规则，不过我的理解，其实这些所谓的潜规则呢，就是不同的行业他们的生存法则。好，说到这儿呢，这个汤也终于的出炉了哈，我觉得还好是在做汤啊，否则的话早就粘锅了。现在这个汤出来了以后，要给它加上一些这个葱花啊，上色吗？上色。好，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就要开始上汤了。从味道这个角度来讲呢，还算是厨艺不错。如果说是这个菜里边，假设是没有这个冬瓜，做月子汤倒是不错。人家就是贴心，就是细心，知道我们所有这个女嘉宾穿的少，在这儿冷的不行了。你喝了这碗汤，你是不是暖心了嘛？你是不是现在很温暖嘛？我们大家都该跟她说声谢谢，这个才是应该的，加油！但是，就希望你的病快点好啊。兼职模特徐硕的择偶观点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女嘉宾们的不少抨击，不过他所烹饪出的冬瓜排骨汤却在最后俘虏了狮子的心。而徐硕的这种体贴细致的考虑能不能在最后为他赢得加分？
兼职模特徐硕的择偶观点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女嘉宾们的不少抨击，不过他所烹饪出的冬瓜排骨汤却在最后俘虏了狮子的心，而徐硕的这种体贴细致的考虑能不能在最后为他赢得加分呢？黄维，到时候骑摩托车带你这个现实一把。如果七号女嘉宾愿意的话，我愿意一辈子为你开车。哇，你这个话放大了。那我是一个勇于承认自己错误的人。我刚刚开始上来，我就觉得紫霞比较不错，比较适合我。那后来我会发现，哎，七号才是我真正喜欢的。既然自己犯了错，不能再错下去，可我就喜欢七号。五号有紫霞这个昵称了，那我们这么爱七号，那他也穿的挺有特点的哈，这个颜色。就啊，青霞是吧？是速度与激情是我的追求，坚韧与执着是我的态度。我喜欢和我心爱的车一起出门旅行，目的地谁在乎？在领略风景的同时一见钟情，为什么不呢？今夜我将点燃你的味觉，等我。掌声请出今天晚上我们聚会的最后一位男嘉宾，三号黄维。欢迎黄维。在座几位各位晚上好。拿了把菜刀上来什么意思呢黄维？这把菜刀其实表面上看它是一把普通的菜刀，其实呢它是一把剔骨刀。它为什么选它呢？是因为我觉得它和我的性格一样，喜欢挑战，越硬的骨头就越喜欢啃，所以说我选择了它。所以现场的女嘉宾如果待会儿他们要抨击你，就拿菜刀。我就拿菜刀切切我的大蒜。七号冰冰，男嘉宾你太酷了。谢谢谢谢，我就这么帅，就这么帅，就这么帅。我觉得男嘉宾一出场特别帅，特别酷，我自己也挺喜欢这个风格的。那你这衣服啊，这个着装穿得那么撑透，那我有个要求啊，你能把那个舌头捋直吗？你看刚刚冰冰看见你，他的话都说不清楚了。狮子说是说清楚了，不过电视机前我们全国的观众可能听不太懂啊，什么叫撑头啊？解释一下你的理解。撑头就是比较撑，然后一直在抖吧。啊，不错，这个解释很好。我这个位置刚好看见男嘉宾的这个小皮靴，我觉得这样显得腿好短啊。你看我们主持人哥哥的腿好长，对吧？我听你。回家去把小皮靴换掉。我虽然没有一号嘉宾的私房菜，也没有二号嘉宾的高大的身材，但是我有我的激情，我爱挑战，我就是我。短腿也有空间啊！对，今天给我们现场的十位美女带来什么样的菜呢？我的菜名字叫浴火凤凰。浴火凤凰，对，你确定是道菜吗？是，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辣子鸡丁。哦，这
这就明白了哈，辣子鸡丁。好，那么接下来时间进入你的操作台，我们边做菜边聊好吗？来，有请。好，辣子鸡丁这个在外面应该吃的会比较多，你的这个辣子鸡丁有什么特别吗？除了它的名字很好听之外，我的辣子鸡丁首先主料是非常特别的，会在后面的话加入我的一个芝麻。我刚看 VCR 里面介绍，你说你喜欢冒险，你的冒险指的是什么冒险？我的冒险不光只是在摩托车上面，那如果平时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会达不到的，那我会如果在某一个时刻我会说对自己说，那可不可以试一下看能不能达到自己极限，能不能完成它，这是我所谓的冒险。我就喜欢冒险，而且很喜欢刺激的东西，所以说一直就没有这个机会。然后男嘉宾你是有市场的，我跟你说真的。他对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冰冰，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刚刚说喜欢冒险啊，然后喜欢速度与激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这个说来就远了，其实我一直就很喜欢，就是一直就没这个机会去，也没找到一个很适合的。没要紧啊，黄维到时候骑摩托车带你这个现试一把。如果七号女嘉宾愿意的话，我就一辈子为你开车。一点都不赞成冰冰的看法。冰冰你怎么了？被他外貌所迷惑吗？我心现在还在扑通扑通的，我跟你讲。好吧，那男嘉宾晚上要送我们冰冰回家吗？没问题。但冰冰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坐好了，我觉得两个能轮子的车啊始终就不太安全，我觉得我们还是更喜欢四个轮子的轿车是吧。我宁愿坐在轿车上吹乱我的头发，也不愿意戴着头盔看多丑啊。其实女嘉宾这点观念我不赞同，那安全对于每个人定义不一样，那我相信我骑车是绝对绝对没有问题，所以说七号女嘉宾千万不要被她误导，我是最安全的，相信我，坐在我后面吧。所以果果他的意思是说安不安全关键是谁开，对，然后是谁坐，对，然后如果你开冰冰坐那就绝对安全，绝对安全。他说的太绝对了，我觉得没有绝对的事情。我大学有一个同学，他就是坐在男朋友的摩托车上被摔下来，然后所以我是觉得摩托是特别不安全不可靠的。男嘉宾你是不是有点喜欢在摩托车上耍帅呀？这个我摩托车上面耍帅倒是没有，我是很单纯的喜欢摩托车，当然如果耍帅能够帅到一定程度能够吸引女孩子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愿意的。这是吸引女孩子，你是在拿人家的生命啊？没有，那如果我在耍帅的时候我会一个人在车上，那如果后面有人的话我还需要耍帅吗？不需要了对吧。男嘉宾你就继续耍帅吧，继续耍酷吧，我就力挺你。冰冰你有点失态，我还没点你呢就开始说话了。刚刚其实我们聊到的是冒险，我们把这个话题先放一下，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对于冒险可能有自己不同的了解和理解吧。啊，刚刚 VCR 里面他还说到了一点，他说他喜欢一见钟情，说一见钟情为什么不呢？我们今天现场有十位美女，有没有哪一款适合你？你对哪一个一见钟情了？你不要受其他的干扰哈。然后七号冰冰他喜欢你无所谓哈，你一见钟情的现场有吗？有。是哪？是谁？能不能说出来？五号。五号。对。想想。对。你确定？你数，再数一遍。一二三四六五。五。想想啊，哎，为什么会对想想一见钟情呢？我一上台，然后感觉哇，天边一朵紫色云彩，我一看，原来是他。我就觉得他是我比较心仪的。明白。你说你对我一见钟情，完了你的机车后边载着七号，你说我这心里该多开心啊。我来的时候我当然没有，七号他没有给我说什么，而且所有女嘉宾也没有说话，那我说的是第一感觉，第一感觉。当然在座所有女嘉宾提问以后，我发现七号还蛮比较特殊的。明白，你的意思是说你看到了一片紫色的云霞，然后呢旁边还有慢慢会变绿啊，旁边还有很多美丽的绿色的树子和草坪，对对对对，同样很美丽。对，后来我会发现啊，原来绿色是最环保，最安全的，所以说我后来就觉得 好。那七号，我肯定挺他，因为我喜欢冒险，喜欢刺激嘛，就为了这一点。好，我们看一下九号王爵，刚刚也在举手，王爵有什么话想说？我觉得大多还相信一见钟情的人多少都有一点那种外貌情节，就是帅哥美女控的那种哈。然后男嘉宾请问你觉得你自己是那个外貌协会的那一种吗？我用我26年的生活体验和经验告诉你，我是啊。
啊，你觉得是外貌协会的有没有问题？我觉得是外貌协会没有什么不好的，每个人都喜欢漂亮，会喜欢美。如果你连第一印象都没有的话，更没有机会去了解他的内心，对吧？因为男嘉宾啊，你又喜欢冒险，又喜欢刺激，然后又相信一见钟情，那你是不是不太在乎就是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黄伟，你敢不敢正面的回答？我敢。那你觉得这个有矛盾吗？和你的这种喜好？我觉得一点矛盾都没有。其实它是由一见钟情所延伸出来的这种情感，只是说可能维系的时间太短了。这种情况，即使是你是深入了解了的男女，然后交往了，也有可能这个恋情很短暂。苗苗呢？我也会替我们今天这个七号女嘉宾担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以最快的时间，她可以从五号的彩云，紫色彩云变成了七号。我想知道这个，你说要她一直坐在你一辈子，在你的后面，这一辈子是指的朋友呢，还是什么样的关系？是这样的，嗯。喜欢机车或喜欢冒险或喜欢刺激的女孩子并不多，嗯，那很难得遇到一个，我就觉得，情投意合的感觉吧。但是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前，你知道我是双子座吗？你知道我也爱刺激吗？你知道其实我也爱骑机车吗？你知道我在外边打车的时候，有出租我是从来不坐的，我都打摩的，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因为你没给我讲。你给我机会了吗？我刚跟我一见钟情，你就把这个花儿就又插到别人身上去了。没有，你说咱俩都是双子座，怎么我那么专情，你怎么就那么花呢？所以黄伟，你知道你这个事情给五号翔翔最大的一个阴影，就是他以后再也不相信一见钟情了。我觉得我不是花，我只是感情比别人丰富一点而已。谢谢。每一个花心的男生都是那么说的，就大概误会了，双子真不是花心，他只是感觉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他刚刚那个感觉来得快，突然因为有了新的感觉，他就又去了，就久久的就去了，就来了新了。所以真的不排除说一会儿他了解了想想之后他会不会再变，这个呢真不是说不准。黄维又有知音了，你要不要再改？我其实刚刚狮子说的很对，那如果我发现自己错了，如果还一错再错的话，就不应该了。那有错的话，必须要改正，对吗？那我是一个勇于承认自己错误的人。我刚刚开始上来，我就觉得紫霞比较不错，比较适合我。那后来我会发现，哎，七号才是我真正喜欢的。那我就觉得，既然自己犯了错，不能再错下去，不能犯第二次错，我就决定勇于承认自己错误，我就喜欢七号。那这样，刚刚那个你都给五号有紫霞这个昵称了，那我们这么爱七号，那他也穿的挺有特点的哈，这个颜色。青霞啊，青霞是吧？这个辣子鸡丁、浴火凤凰其实也做好了啊。做好了。好，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它带到台下，然后让我们的十位美女一起来品尝一下。好。菜还是挺入味的，但是我想说的是，那么感情呢，也应该像这道菜，你要先有一个浸泡的过程，然后才能入味。感情要越处越有情。作为第一个品尝你菜的人，我只能告诉你，你的菜就像你对我的了解一样，太生了，没熟啊，兄弟，没熟啊。就是你在做这菜的时候，就是没有用足够的时间。你没有用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这菜，你也没用足够的时间去了解紫霞。你觉得他对你的了解不够深入哈，然后你们之间很生分，所以你觉得你吃到的浴火凤凰是生的。那么我想问一下，接下来就应该另外一个七号冰冰来说话了，你那坨是不是熟透了？太熟了，太入味了，真的吃得太麻，然后辣度还不是很够。我就觉得今天啊，男嘉宾上来就是跟五号和七号上演了一出大话西游，其他的人咱们都是来打酱油的。最后我祝你跟七号能幸福。模特型男黄维在场上与冰冰和翔翔的三角关系直接让其他女嘉宾成了配角，而他的浴火凤凰作为今天场上唯一一道辣子菜，会不会因为口味差异化脱颖而出，从而赢得女嘉宾的拥护呢？
模特型男黄维在场上与冰冰和翔翔的三角关系直接让其他女嘉宾成了配角，而他的浴火凤凰作为今天场上唯一一道辣子菜，会不会因为口味差异化脱颖而出，从而赢得女嘉宾的拥护呢？品尝完了黄维带来的浴火凤凰之后呢，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把刚刚我们的一号冯宋和二号徐硕重新的请回我们的舞台来，有请三位型男、三位帅哥、三位主厨，他们有三种不同的世界的人生啊，然后他们有三种不同的菜品，完全的风格迥异。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他们三个人的票数吧。在品尝了三道风格各异的菜品后，徐硕以7票的分数暂时领先，而冯宋和黄维都以相同的分数紧随其后。这也就意味着，谁得到苗苗手中的3票，谁就有可能直接获得本场型男主厨的称号。那么，苗苗的选择究竟会是谁呢？那如果说也要从今天晚上整个表现来看的话，我跟他们的选票是一样的，我想把这一票投给二号徐硕。恭喜徐硕10票的高分，当之无愧的成为了我们今天晚上的型男主厨。你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在我们参加聚会的10位美女当中，同样由你反转选出一位我们今天晚上的派对女王。9号。好，恭喜9号王爵成为我们本场的派对女王，有请9号王爵。啊，各位，今天晚上我们 party 的型男主厨和派对女王都已经诞生了，他们将会获得的是由我们饮食男女节目组为他们提供的派对基金。首先，今天这个聚会非常的感觉很温暖、很温馨、很有爱的感觉。我好紧张，因为完全没有想到，就希望能城中的帅哥美女都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来报名参加这个活动。结交更多的朋友，谢谢。那么城中各位喜爱美食、喜爱夜晚聚会的您还在等什么呢？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的通过新浪微博来关注我们 HCGTV 饮食男女，和我们一起来品美味、聊美食，推荐你中意的菜品。大家呢，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聚会，记住我们的参与方式，各位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把你的资料呢@到我们 CQTV 饮食男女，或者通过我们节目的官方邮箱来进行报名。好，我们现场所有的美女们，我们的型男主厨、派对女王还有苗苗，我们一起再次的进入到我们的舞台，享受我们的 party 好吗？饮食男女，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You got